越浩瀚的历史长河，汇集神秘的东方文化，风行寰宇的杨氏太极拳将引领您走进强身健体、治疗疾病、延年益寿、陶冶情操的养生大殿。杨氏太极拳是由河北永年人杨福奎在陈氏老家的基础上创编的。杨福奎曾在河南温县陈家沟学得架势宽大、动作弧形螺旋的陈氏老架太极拳，后逐渐伤感了原有的纵跳、震足、叠判和难度高、发劲明的刚劲动作，使整个太极拳的姿势较为简单，动作柔和易练，后又经其子杨邦后、杨建后修改，杨建后之子杨成普在祖传。梁振铎生于1926年，河北省永年县人，现任中国武术协会教练委员会委员、山西省武协副主席、山西省杨氏太极拳协会会长、国际杨氏太极拳协会董事会主席。梁振铎系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之曾孙，杨氏太极拳定型人杨成普之三子，自幼随父兄习练杨氏太极拳，勤奋好学，深得杨氏太极家传，功夫纯正，为杨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，在国内外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。1995年当选为中国当代中华武林百杰，经常应邀至世界各地授权讲学。1986年，美国德克萨斯州圣东克里奥市授予他荣誉市长称号。同年获美国
特洛伊市长赠送该市的金钥匙，深受国内外太极拳爱好者的欢迎。主要著作有《杨氏太极拳剑刀》《中国杨氏太极太极名师经典及录像光盘》等，为弘扬太极拳做出了突出贡献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Bye.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